Nicola.戒指呢？掉了。没有，在房间呢。忘带了。我不知道忘哪儿了，没丢。自己拿着。怎么来客运站了？这包里边衣服、鞋、电脑、充电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东西要不够自己买，钱要是不够给我打电话。票拿着。身份证没有可以坐汽车，就是开饭店不能做法人。小丽啊，别说，一说就不让你走了。阿姨逼你，多一半是为我。可你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我想让你高兴。还是去登记吧。哎，不要。我一辈子只嫁一回。我要高高兴兴的，心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再说，阿姨见到你还能让你走吗？肯定有吵架，对阿姨身体又不好。放心吧。我跟他说，啊，我就这么走不太好吧？你是我的，我肯定也是你的。有理想肯定要去做，不然冤一辈子。我要是嫁给你，一辈子也过不了什么好日子。丽姐，这不让停车。啊，你先开走，我送他进去。哦。那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爸爸，你喜儿看着呢。你总这样。路上的饭不好吃，我让酒楼特地给你做的。上面早餐，下面午餐。有照片吗？啥照片？你的，小一点的，给我一张。神经病啊！我放照片干啥呀？哎，走走走走。嗯，我走了。谢谢，恭喜同学。还不来呀？急啥？皇帝不急太监急。我看你倒挺像太监的。这话可不吉利啊。都一把岁数了，啥吉利不吉利的。你这张嘴啊，要吃亏的。哎，阿姨，来了来了来了。阿姨，来来来，快点，登记盖章，快！哎，来，老王，快！新郎呢？嗯？齐天呢？阿姨，啊，还睡呢？哎呀，不管他了，不管了，反正两个小红本都在，赶紧登记盖章。婚姻公证登记是要两个人在场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！快点，一定要两个人点头的，要不这章盖不下去的。这你太不够意思了。
你真太不够意思，你要我瘸着腿，我还得回去跟你叫。走吧，走吧，徐天走了。他走哪儿了？去上海。怎么走的？我给他买了汽车票。小心点。开车。丽姐还没下来呢。你听她的，听我的。开车。我下车自己走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刀总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你上车。我叫你回去，你听见没有？哦。我的话都没人听了，自己都有主意，我为谁好啊？啊，二人都是我做了。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？结婚结一半跑了，你还给他买票？我这张脸，我以后在盐城我怎么见人啊？啊！老王这张嘴，明天就说在人民广场全都知道。哎呀，阿姨阿姨，我看你也是不肯改口叫妈。你有本事把他送走，你就不要把他从上海领回来啊！哭啥呀？自作自受！你不叫他，他敢走？你现在哭，他又看不见。上海是个什么地方啊？花花绿绿大世界啊，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？你还真以为他去开饭店呢？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大本事。十成里有八成，那边是有女人勾着。九成。没女人，他向我保证了。你信？信。反正我是只当没养这个儿子，这明摆着就是不要老婆不要老娘嘛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赶紧把眼泪擦擦，别让人看笑。走吧。走。